我是一心只想的浮潮，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，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，我只相信我的道。今日，我以内卫月华军之名立誓。 有功绩功有罪追过，就是这几个蝼蚁，害得神道暗桩接连折损。有什么发现？这几个月连续发生的事情，都指向春秋岛。调取所有卷宗资料，几日之内，我定会抓到真凶。我说了，我可以破解。 东南角，巽卦位，应该是这里。有人曾经被吊挂在这放鸟场，拖抓了几犯子，应该是侦查过来。如果这背后真的是春秋大宝，那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呢？与其找证据，不如先下手。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，我来布局。回防大草惊蛇。 我还可以继续当诱饵，我们必须在搜查范围。百里红衣有危险，这一切都在他们的计划中。